記者伍慕蓮夜晚一直都留意住由九龍入新界的交通情況㗎。伍慕蓮啊，獅子山隧道夜晚情況點啊？係啊，陳興昌，獅子山隧道北行管道仍然係維持單管雙程行車㗎。我哋而家可以見到啦，呢度交通咧係大致暢順㗎，但行車咧就比較緩慢。咁而家咧入新界嘅車輛咧，龍尾係已經過咗浸會醫院㗎啦，咁去到希福道附近。咁當局咧就希望爭取喺下個星期一之前啦，盡快開翻南行管道嘅快線俾車輛通過。咁但係咧，預計未來幾日咧仍然會實施單管雙程行車㗎。咁當局就呼籲駕駛人士咧，盡量改用其他道路或者隧道啦，係來往九龍同新界㗎，避免交通擠塞。咁另外啦，港鐵就話聽日翻工同放工嘅繁忙時間啦，亦都會講觀塘線同東鐵線啦，亦都會加密班次。咁同時咧，亦都會視乎客量加強服務。我呢度嘅報道係咁多，先將時間交翻俾你，陳慶昌。唔該曬出邊嘅同事。